呢就平時都係需要食得好啊，瞓得好啊，之後要開心啲，睇開啲，冇顧慮太多，亦都冇執著咁多。咁我自己暫時咧就未有養任何寵物啦，好食嘅都會食啦。尊敬人係我爸同我媽，因為佢哋係即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學習嘅榜樣。舊年生日啦，唔單止有一班好好朋友幫我一齊慶祝，然之後亦都一個好特別嘅人同我一齊過呢個好有意義嘅生日，所以真係覺得好感動。我嘅 style 係屬於比較簡單啲，然之後簡單得嚟又特別啦，然之後最緊要係自己著得舒服。比較 style 然之後最跟潮流嘅人就係香港嘅陳冠希啦。我最主要活動就係同一班朋友出去飲茶，然之後去唱下 K 咁啊。我本身就唔係好中意啲比較劇烈嘅運動，因為會出好多汗。咁我都平時都好中意唱 K 啦，得閒都會嚟 K-box 唱啲新歌啦。K 歌就係李祖哲《我的好》。最中意嘅電視節目就係台灣嘅綜藝節目《我猜》。咁我最中意嘅歌手係亦都係李祖哲啦，因為我覺得佢嘅聲即係沙沙地咁沙得嚟又好有磁力，亦都係李祖哲嘅歌手。咁我覺得最有效嘅讀書方法就係喺一個好清靜嘅地方，然之後亦都要投到好清靜嘅時候。跟住就會讀得入讀啦。六歲時嘅夢想就係俾長大啦。我十二歲夢想就係快啲，希望快啲可以升入去呢個中學啦，因為想適應下中學嘅啲日子。咁未來讀完中學咧，應該都係會繼續讀大學或者國際商學。咁我自願係成為一個出色嘅律師啦，因為可以我呢份工作係可以幫人哋爭取翻一個公道翻嚟。咁我覺得減壓嘅方法咧就好多種啦，最緊要就係唔會傷害自己啦。就例如嚟 K-box 唱下 K 啊，然之後啱頭出去飲茶行下街咁，都可以舒解到壓力。特別贊成或者唔贊成啦，因為我覺得只需要個學生係能夠分配到啱嘅時間，會影響到學業嘅話，咁都冇話反對。之後攞起手機輸入 SBM 框架 M1， 之後發送到3200。想有我想做，都有我。